我以祖国的文化啊非常深奥。是的，就讲文字，哎，往往一个字有两种读音，哦，一个字有两种读法，哎，不是一个字两个人来读，可是他错人家了，一个字我两个都来读了，哦，一字两读，两种读法，哎，侬举个例子呢？比方讲呢，哎，你中国四大名著，古典的名著。有一本叫《红楼梦》有吧？晓得了。里向个主要人物，姓贾叫贾宝玉有吧？贾宝玉、林黛玉侪晓得个。哎，西北贾贾，但是有上次这个贾摆了不上火呢，不读贾字，是吧？嘿嘿，读啥么子啊？读古，读古。哎，好像没听到过嘛。喏，做生意商人。商人称为商贾，商贾这个贾就是西北家这个家字，不好读商家，不好读商家，要读商贾，商贾大富贾，大富贾。但是贾宝玉这个姓呢，不要读家，要读家，不好读贾，哎，读贾难听了，是吧？那《红楼梦》呢？哎，里向有个人呀，啥人啦？贾宝玉，古包肉从来没听见过，哎，古老肉我倒蛮欢喜吃的，哎，都想吃，上面光吃都像古老肉，哎，应该道理，应该道理，对吧？哎，再举个例子，嗯，带上个带，带了上个带，哎，古代带个带，带多，对吧？嗯嗯，古代带，都是到小心啊，古喂，读起来不是平淡穿上啊，那个举例子了啊，要到带的，这个带有上字不到带，读啥呢？读船，船，想起来了，哎，上海有就有一个船娘坪，对了，一定要到船娘坪，这个带把了性命的兴旺要到船，船，船塘里向有十八条好汉，里向有个叫船永信，啊，这个船，就是这个船，是古代带个带，带。水娘瓶，弄到单娘瓶，哎，人家就不认得伊了。一上是听不懂的呀。哎，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比方那个姓水的，姓水的，我都能介绍。介绍，这位水先生。哦，水先生，今早请来吃中饭。哦，不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客气嘞，晚上也要买单。买单。水先生的水是古代代的代，就是这个字。买单单还是这个单，这个就是一字两读。哎，但是前头要读水，后头要读单，不好颠倒。假如颠倒难听的，我们试试看呢。那你请了吃饭？哦，是吧？最后这位单先生呀，单先生，单先生吃饭嘛，副长也来的。哦，是吧？看起来也要买肉了。哎呦，客气的嘞，侬来买肉？哎，买肉。侬当伊包肉讲啊？买肉，我要买飞机来了，侬不能想出来。买单辰光要读单字，买单要读单，好读水字。心要读书，还有嘞啊，还有嘞。比方这个讲，马路上想走路，哎，要注意交通规则。对个对个，人民警察往往喊个，哎，三轮车，三轮车，请告别，哎，行人请走人行道，老正常的。人行道的行，行，行人的行，行人的行，有上字符号都行，这么多啥呢？导航，哪能导航呢？我不相信了。人民银行的行也是这个字，农业银行、工商银行啊，人民银行就是这个人行道的行，跟人行道行一样的，就是这个字，就是这个。哎，但是侬行人要走人行道，不要读行啊，不要读行啊，侬读银行行难听着。侬试试看呢？三轮车请靠边，靠边。行人请走人行道，人行道。人行道。你啥意思行不上的？对吧？啥地方有人行道呢？所以讲这个是行呢，不读银行行，不要读行字。该读行的辰光读行。哎，上班我去实习去。到银行里去。哎，我到上海银行。没好没好。慢慢这个行长是我老板，我陈大斌忙忙这个行长去。是吧？啊，听得懂的。行长认得个。哎，我不读行了，到人行道的行了。我听不懂的，噶听得懂的了。哎，我去实习呀，啥地方去？上海人民银行呀。银行里向印章，我老板有。哦，去看印章。哎，我印章去看看伊。那么侬看好印章，去看头章，再看市长。哎，是不是啊？那侬认得总司令，我要吃噶嘞。党章了，比军章了，市长。哪能弄出印章来的了？啊是，这个人民银行行长要到行。我读了行，人家就听不懂了。哎，一个道理。刚到这个行长的章日，章日。有上是做章，有上是跑到章。哦，这个章是哪有花头啊？哎哎，有上这个章呢，要到上端的上上。比方那个讲，哎呦，
路人都没上的嘛，马马虎虎。路上街，哎，我上，曹小东上街路是。哎，难听不啦？很多上车坐了上地的。上车是吧？哎，我没上的。哎，要上地上地，哎，还是上蛮好听的。蛮好听。侬晓得这个上字多，行长的长字读了了难听了。啊，都唱不好听。被侬人唱嘞？唱。侬到上街路是？哪能上街路是个嘞？侬提起上车都蛮脏的嘛。上车蛮脏。啊，聊着好吧？侬那点闲话让我听了还老脏的了。聊着不好，侬早早会得长出来。会得长出来。弄到你上光头啊，我得长出来，我得长出来的，对吧？我得长出来的，哎，找到长，到长，哎，那么啥个地方要到长了呢？啥地方要到长？在那家长，家长，屋里兄长，兄长，乡下头个乡长，学堂里个校长，都要到长，一定要到长了。弄这个地方都是长。奶奶听了，人家也听不懂了。我等到家长，是这个，这个是我家长，家长比呗。那这位是我兄长呀。哦，兄长，兄长是肚子。这个呢是你乡下这个乡长。乡长，乡长比这个红肠要好吃。侬到专门想吃个。不是，侬现在讲的我听也听不懂呀。所以到山地方到山，到山地方又到山。哦，这个一日两都蛮多。哦，一日两都花头蛮透呢。再举例子。啊，还有嘞。开会个会，开会个会，是吧？小组会，小组会，大组会，大组会，单独会，哎，比方两个都碰着了，碰着了，正常的都会个，都会个，上班，哎，哎呀，都请老总到啥地方去啊？接到一个通知，啥通知啊？居民委员会，哦，据说要召开一个选举大会，蛮好呀，搿侬晓得个呀？我王伯伯才晓得，居民小组长，哎，人家开好选举会好跑嘞，哎。我还要参加分组讨论会，对个，叫我掌握。侬大会开好开小会，就是讲人家开一个会，我开两个会。侬会你多，一个大会一个小会。蛮好蛮好。那么我去开会了。好好好。那么侬到啥地方去了？我也忙呀。侬我要去筹备个离婚委会。哦，离婚委会。今朝夜里向召开。是吧？那么这只会场布置呢，由我来个。哦，搿会场归侬啊。我过了一早要去布置会场。搿蛮要紧个。哎，夜里侬来参加了离婚会。搿么里向有啥个节目，有啥活动？精彩个。是吧？哎，月经有得楼台会。楼台会。经济里向穷英会。在在在。安堂乡会。哎呦，我顶欢喜了。再见。哎呦，侬们五三人，夜里来白相。好个好个。三次离婚会有了。会有了。还跳舞嘞。哦。教你舞会。哦。我有教你舞哎，根本侬会舞会得跳不了。我会跳哎，侬会吧？我跳舞跳不来个了。搿条就侬不会，我教侬。不是我学不会个啦。包教包会。肯定学不会个。肯定会，侬夜里来。搿么三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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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是蛮好听的。老正当的。这个会像是不得会了。不得会。多贵个啦。多了贵不好听嘞。那别那贵机。贵机。还是多贵个。一定要多贵机。贵机学堂。哎，桂记学堂，上海有条路叫桂记路。哎，这个成本桂记。哎，为外地一个桂记鱼，桂记鱼。同样的开会会，是要到桂，到桂。开会要到桂，开会要到桂。开会的桂地方，侬都是桂了，那一塌糊涂的。人家就听不懂了。比外桂会呀。试试看。上班。哎，都请了到啥地方去啊？喏，接到一个通知。哦。这个居民委员会。对，据说要开个选举大会。要紧的呀。那么侬想想看，我居民小组长，嗯，王伯伯，嗯，人家开好会好跑嘞，哎，我还要参加，叫我掌握，嗯，分组讨论会。哦，侬开好大会，开小会。人家一个会，嗯，我两个会，结棍了。一个大会，一个小会。会你蛮多，没办法呀。那么我就开会了。好，开会去。那么侬到啥地方去？我要夜里向了，阿拉筹备只离婚大会。离婚大会，我们会做这个布置会场去嘞。哦，会场会侬布置了？会场今朝我布置的呀。会场蛮要紧的。夜里侬来参加，搿么来看戏？有啥节目勿啦？节目蛮精彩，是伐？今年有得琼英会，琼英会，尤其有得楼台会，楼台会，三级点的。哎呦，安堂乡会，安堂乡会在了。开好离婚大会了，我来侬有胃口，唯一只会了，唯一会了，唯一只挑这个教你乌龟。哦。后头还有教你乌龟，哎，根本都乌龟不啦？我老早学会了呀。我舞不会的。啥侬跳舞不会啊？我不会呀。我教侬保险高贵。高贵啊？哎高不贵的。包高包贵。根本好吧，再贵。再贵再贵。根本压力贵。压力贵压力贵。压力贵弄出来了。啊是吧？哎哟不能跟那样子美好的会一讲贵。哎大家听不懂。
对不啦？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再来举一个字，还有了，哎，交关了。再来举个字，这个车子的车，车子的车，马路上汽车的车，汽车，脚踏车，多了，多了，多了。这个车子，车子，有上次房到车，到啥呢？到车侬就比车脱，是吧？要到举，哪能好到举呢？侬想起为啥吧？想。相机里啥么子啊？相是相，巨魔炮。对了，巨魔炮个巨，这车子个车一样的笔画，一样的想法。不容易刚提醒了、嗯，对对对，巨魔炮，对吧？嗯，两个都着急，就着急。来上班来着急啊！来来来，侬谢谢。来，我作剧，作剧，我道具，我顶规作剧，再道具，我抽剧，道具，道具抽剧还是在剧？侬房到车子车个，对对对，你来着急呢？来来来，哎，我坐车倒车，定规坐车再倒车，车车这样，车车那哪里车车？没车车这样，听不懂哦。这个地方要到居啊，要到居，车就听不懂了。马路上要到车，马路上到车，哎，个当然了。哎，比方的话，我到两家头呢，哎，上班，哎，哎，侬走了，我走了，我等侬还不车子送侬。别别别，我给你乘电车了。电车不会到，侬到屋里乘电车要转两部电车嘞。根本我乘汽车，汽车是处理汽车站，不看起来远了不得了。根本这样子，哎，不要这么一个了。哎，我等到还部摩托车好吧？摩托车我不要坐啊，后头你要戴头盔，哎，开了老快，吓了不得了。哦，侬胆子小，哎，根本说话等能嘞。哎，今朝侬夜里困辣了屋里。没做上半日，我陪侬吃好点心，送侬上火车站，乘火车转去。乘火车啊？火车，这开销太大了。啊，那市里附近黄包车有不啦？现在黄包车不大开。啊，对对，那么三轮车总有不啦？三轮车倒还得这个。那么弄个三轮车。还还对。哎，三轮车，三轮车，三轮车。来来来，车子来了。啊，蛮好听的。我家这个车子车，不到车到，巨木炮个巨，那听起来不顺耳的。不好听，来来看吧，试试看吧。上班，哎，我走了，走了走了。来来，我等着海部剧子去。不要，我等下到旁边乘电锯。电锯不灵呀？那我里去电锯要走两部电锯啊，讨厌个。怎么可能呀？我乘汽锯啊。汽锯出的汽锯在不晓啥地方，路远了不得了了。没有啊。哎，要么等等啊。哎，我等着海部摩托锯好吧？摩托锯啊，摩托锯没好，摩托锯我吓个，哪能了？要戴头盔，啊，开了老快，呜，我不要乘吓了。胆子大些，那么等等，哎，今朝住了我屋里，住了侬屋里。明朝上班我请侬吃点心，对，巧子送到侬火炬来，火汽车火炬，乘火炬啊，火炬快呀。侬想得出，乘火炬嘛开销太大了呀。啊，那么哪能？那么可能？哎，那这里的黄包炬有不啦？黄包炬在不大可去。没了，那个龙虎三轮炬，三轮炬到中心海得了。龙虎三轮海不？三轮炬，三轮炬，三轮炬。